看足球消息，葡萄牙巨星 C 罗，台湾时间31号在沙谷联赛靠着头槌顶进了一球，一整年的进球数累积来到了54球，也成为世界足坛的年度进球王。C 罗在2023年出赛59场比赛，其中在沙谷联赛踢进34球，锦标赛1球，亚足联的冠军联赛有3球。另外呢，在阿拉伯的俱乐部冠军杯他进了6球，还有他也代表葡萄牙国家队踢进了10球，而这也是他生涯第5次获得年度进球王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